交换圣诞礼物，在淘宝买，我们就老宠物对对。哇！各位不觉得就像是卫生棉那样的贵哦？6666，3 2 1。欢迎回来我们频道，我是可恩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准备要去 Hilary 的家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。我们不是要结婚，我们今天准备好就是要去交换圣诞礼物。你看我今天穿到这样红就知道我们要去过圣诞了。然后你看我后面有一个大大的箱子，里面就是满满 Hilary 的礼物，就是准备等下要去交换的。最近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早交换圣诞礼物，都还没有到圣诞。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这次偏在圣诞节之后才出，所以我们就提早排提早出，加上现在双十二要到了嘛，大家就可以参考我们的礼物，然后再想一下要不要送同款礼物给你们的朋友咯。到了，先拿礼物先。哇哦，好大一箱啊，你看叮叮，先拿下去先，这我要怎样拿哦。开门，哇，很重哎！哦，你又懂哦，很重哦，你的东西哦。Hello, Jackie。Jackie， 他被你驯服了。哇，终于不要飞我了，他平时都飞我啊，终于不飞我呀。圣诞节快乐！哇，快乐，我们两个。哇，你今天眼红哎。我最近是小红帽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已经在 Hilary 房间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我是 Hilary， 我今年扮演的就是小红帽，我以为圣诞老人，哈哈，你才是圣诞老人。所以今年呢，是我们第一年交换这个圣诞礼物啦， yeah. 所以我们就讲要隆重其事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今年把我们的圣诞礼物的 budget 提高了。对，重点呢，就是为了买一些比较走心的礼物，就是不要那种杯啊、相框啊，很讨厌收到那种礼物。然后我们决定了，我们就是要在淘宝买。疫情关系，大家就最好待在家，然后加上你在 shopping mall 买的话，可能你又要找，你会累累，然后你又不一定买得到，然后 shopping mall 买又比较贵，所以我们就讲啊，一直在淘宝买，我们就老宠物对，多少钱？贵哦，6666，3 2 1，660。我以为我买很多了哎，而且重点哦，每个我们都有包礼，对，我们决定每个要包，因为我们要体验那种彩礼，有仪式感。OK， 这个是你的，耶、yeah, ，真的是很大一箱哎，鬼子重哦，我也很轻啊，600，500哎，怎么轻哦？我选一个，哇，它还包很糖果的，它这搞不出来，我不会包小东西，我们先选一份要拆的。包装很美，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把握，我自己都没有拆过来看哎，因为我觉得它很非常化妆刷，好像那个叫什么毛笔这样的，它的设计师，还有个袋子哎，对对对，它是一套的，很温馨哦，它是收纳袋，它是给它这边是长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开箱什么化妆品，一定是需要做拆给大家看哦，哇，这样好，哇，很美耶，这边总共1、2、3。10支妆，这个真的可以，一个是粉底的，然后一个眼影的，然后一个脸颊的。OK， 我考下你，算阴影，高光，好，可以啦，算你光。对吗？没有，这个还有20支妆，对对对，因为它快用啊，我怕嘛，不会用，我下你。这个应该是放 concealer 的，就画眉的来画眉。啊，哦，原来这是画眉的。啊，我没有用过啊，我是看到很好用。啊，好美。有吗？很爽哎、欸，因为你每次用给你喷。刷子更实用，你猜是什么？我是这样，而且你看我那个包装纸乖，变得好硬硬的哎。我还没有看到里面是什么，四色眼影
盘，这个是朱迪多的眼影盘，有两个哎，一个橙色，一个粉色，对，你看，哇，珠光粉，一个是巧克力系列的，一个是那种红红珠光系列的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个35号色，因为它有很多珠光，就是它其实一个是雾面的，其实这种画眼尾很好用，然后它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来圣诞节的时候画的麋鹿妆，对对对，你可以画鹿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日常会用到，对，我挑战啊，挑战用这个画麋鹿妆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30号色，为什么我看到了？我看到了。我看网上很多好评，我自己都没有试过，很美，也很美耶，这珠光真的。OK， 下一份。OK， 我先开这一份，这份是 Hilary 送的第二份礼物。就我想一下啊，我觉得很有需要了。我个人在用这种，我现在真的，我现在期待又怕受伤害。什么？这看到你又有菌哦。各位不觉得就像是卫生棉那样？两个里面有两个，两个都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两个是一样的。它这个是什么 ？Cotton disposable face towel。对，我个人在用这种 face towel。面巾。对对对，给你来卸妆用的。它其实就是很像 body shoe 那种。对，它是干的，它是用给自己的。它代替棉花，你用什么卸妆的？棉花。对喽，它就代替棉花喽。就把卸妆油倒在这边。对。都是关于化妆。很新奇，我觉得很新奇。都是对于你的脸。就是女生用品，靠脸吃饭嘛，所以我对眼脸不要照顾。我对眼脸不要照顾。OK， 好，这个多少钱？它10元，各位这个东西。其实可以一个卸，里面有100片啊。啊，对，一个卸妆棉讲30元，我觉得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全部礼物里面最贵的，这是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盒子也是美。这个我看过，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明星可以用着的。因为我刷淘宝，我每次都会看评论的，然后我就看到评论很多人讲好用，就是你看它整个哦，它整个梳头是超美的。它是哪一这样子的？就是它是一个直发梳，又可以卷发，又可以直发，可以卷发，可以可以卷发。因为你看它的纹哦，它的纹是这样子的嘛，所以它是可以做卷又可以做直，其实两用的。然后重点我觉得很好看，因为我很喜欢猫嘛，所以我就一看到它包装猫猫这样子，我直接是一定要入手，必须入手。Kiss skin， 这个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可以 try。我们下次找一天试给大家看。OK， 我们迟点再试这个，因为我们还有礼物还没有开完。对，下一个到我的。对 ，press 我的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OK， 这是 Hilary 送我的最后一份礼物了。Hello， excuse me， 不要再放了。还有这个可能，哇，这个是一个中，看到吗？这个搭，但是还没有太贵，它更实用。但是我，我这个五元花甲，贵哦。它是我里面贡献最多的。我原来是它，玩完啦。啊，不一样。我懂杨幂的不同。我懂，但是杨幂我认识。水的，这个是淘宝的，这么湿湿的，这么湿湿的，我不懂，我没有开过。你看上面有一点点水，你是不是用过？不是，因为我怕我买了它坏了，所以我太小一下子特别懵的。然后，因为我怕坏了，因为我没有买过，我很少在淘宝买仪器，所以我怕还有问题。是之前不是开箱过一个什么针点啊？不是4.1了吗？一坏了吗？我就买。然后它这个哦，特别有冷有热的哦，那个气哦，这边是热物加水，然后这边是冷物加水，对，要冷要热哦，这个也很好用嘛，对，就是其实你可以配在一起用，保养功能这个很好用，就是给你毛孔打开的毛孔都没错啊，所以是也是一款吧，这个是最贵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最贵的。开到这个，开，可不可以斯文一点点？就是看那个小包装就好。大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哥，要大分哦！哇，哇，美耶！他没有开，没有开，我只看到那种保护它的东西吧，你讲美哦！真的真的，这个屁还没有开完。每个女生都一定要有一个，因为你们很多东西，真的它是一个那种收纳盒，
后第二层呢，环啊、锁链啊、颈链啊，就是看你们有什么啦。然后最后一层呢，就是更宽的，放香水也可以，或者是刷子，对，都是比较大份的，就是看你有什么就可能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就是两边都要有，两边也可以开。你不会整个是只放在，我觉得很实用的这个。粉红色是吗？不用紧，反正就是放你的那种瓶瓶罐罐啊，精华液啊、洗面霜啊、什么霜啊，超好用的。哇，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以称一下啊。那多少钱？这个200块。OK， 今天的圣诞交换礼物我们已经完全拆完了。OK， 收获，开始评分。就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分？我第一分就是化妆霜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常用到。然后第二份呢，就是这个美容仪微汗推，啊，第三份就是这个化妆品。为什么要排第三？我就很因为本来就没有用这个的习惯，不懂什么时候会用到它，但是我放妆，所以它排第三。叫我第一会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超好用，而且不贵。我第二个应该是这个，对，因为它刚才偷偷一直在那边。最后就是那个眼影。因为眼影就比较普通，不是因为眼影就比较普通，这两个是比较特别的东西。所以这些礼物呢，其实是我们提早就在淘宝里面抓回来的，因为我们只觉得在淘宝买的话就是比较便宜一点，然后又比较值得。重点哦，现在的双十二，只要你在淘宝购买了是最高那个的，他们就会送你价值1000块的盲包。盲包就是里面你不懂它有什么东西，对对对。对是没有买过盲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试看看看买完不了，我好恐慌，我不期待。另外呢，从今天起到12号，你明天10点到4点的话，你进去收台，你就有机会抢到高达555元的红包，还有100元的物流红包，然后它是没有门槛使用的哦，就是你这样都可以用哎。OK， 所以老人已经走掉去处理他的礼物的东西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淘宝教学的时候，就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是很多人不懂怎样买淘宝，怎样去刷淘宝。虽然我曾经教过了，但是我还是讲对一下。OK， 那首先第一步呢，大家就一定要去到了手机淘宝呢。到了之后，我们点进去，我们就要换地区，我们要从中国大陆换去马来西亚这个地区，因为你换了地区之后，可以用你的 promo code， 也可以用红包。所以如果我们换的地区是换去别的，不是马来西亚的，是马来西亚以外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用到红包哦。如果你想要 search 短裙，那我们就打短裙，然后你就可以找你想要的短裙类型。选完了啦，然后我们就会要去到购物车，现在就来到你们觉得最复杂的部分，也就是给钱的部分。所以给钱这边呢，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东西订起来先，订了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结算，我们点进去，进入结算之后呢，首先一定要输入你的地址，而且这个地址一定要是马来西亚的地址，然后接下来就到了它的运输方式啦。这种运输方式一共有3种，一个呢就是空运。是海运，还有一个是官方直送。那我之前有讲过了，空运其实就是最快速的方式，大概3到6天的工作天就可以来到马来西亚了。然后海运的话呢，其实就要2个星期左右。那海运就是适合比较大的东西的，敏感货之类的。那还有就是官方直送，官方直送通常你就是直接联系卖家给你送过来。通常呢，我都是用空运或者是海运罢了啦。那这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淘宝官方集运的价钱，比如说空运。1kg 这边写着14元，那海运1kg 写着17元，然后官方直送写着12元。OK， 那重点我这里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最近我也不懂怎样发现了啦，外面的那种代购啊、运输公司啊，突然间直接起价，起到很贵啊。但是淘宝哦，他们这个官方集运，也就是菜鸟集运哦，他们并没有起价，反而还便宜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淘宝的官方。OK， 那你选好了你想要的配送方式，就是空运、海运、直送其中一个啦。你选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滑下去，这边有一个叫做 promo code， 这边你可以输入你的 promo code， 如果你有的话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不用紧哦，我现在有 promo code 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用我的 promo code， 就是。
TB Kit 四十满400元就可以扣40元，所以大家快去用吧！OK， 把输入你的 promo code 之后呢，这边就有一个按钮叫做去支付。OK， 我们按进去。那你点了去支付之后呢，其实如果你还没有选择你的支付方式的话呢，它就要你先选支付方式。我们点去支付方式，其实有几种的。通常呢，正常就是用 credit card 和 debit card， 也可以用 online banking。那支付宝的话，我们就不是了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没有支付宝嘛。还有另外一个新的，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用这个。就是 Lazada Wallet， 简称 Love Wallet。OK， Lazada Wallet 这个东西哦，就是好像平时我们用的那种 Grab Pay 啊、Touch and Go Pay 的那种方式。你在里面绑定了你的信用卡之后，或者是在里面 Top Up， 其实你真的又快又方便，你又不用等那个 TSC Code， 然后是直接可以付款，而且重点哦，手续费很便宜。如果平时我们用 Credit Card 的话呢，我们的手续费是3%，就是比如说你买100块的东西。被吃掉3块钱，那这次Lazada Wallet的话呢，它如果你是在里面绑定你的银行卡刷卡的话，它的手续费只要1.5%。那如果你是在里面 top up 用里面的 balance 来给钱的话，你的手续费只要1%，所以就省很多。然后这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，到底怎样开通Lazada Wallet这个东西？我找不到这个button了，我找不到。OK， 我自己就讲一下，你进去你的我的淘宝那边。你往下滑，你就会看到掏成Lazada Wallet。这边我们就进入，进入了之后呢，其实它就会开始叫你，验证你的身份，所以你就在里面拍你的 IC， 然后填你的个人资料，填好了之后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开始 top up 或者是绑定你的银行卡了。然后你只要做好这些步骤之后呢，当你在购物车那边要给钱的时候哦，那个Lazada Wallet 的那个头就会跳出来了，所以很多人之前一直在找票找票，那是因为你。如果大家开通了这个Lazada Wallet之后呢，第一次付款哦，你只要满100块，你就会直接扣10块钱，所以直接省很多，这个是18%了。好了，最后如果大家对我跟 Hilary 的那种圣诞节礼物有兴趣的话呢 ，link 啊我会放在 caption 里面，自己就去买了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实用一下。另外我也要留意12月10日开始到12月12日，淘宝上面有很多很多圣诞礼物。